去哪儿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妈回家。你妈那么厉害，你跟我说，她最怕什么？你先给我。你得先跟我说。你先给我。三爷，南大炮跟你吃羊肉串吃了多少串？二十多。给我出来，南大炮！南大炮，你妈妈跟着有完没完？你就是成心，成心害我们娘俩，我让你断子绝孙。 南大炮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我看你闺女啊，浑身是血，她被裴树林按在车子上。南大炮，干什么去啊？不，你们让我在这儿拦嘴，我怕你们家厉害，跟我这儿说。南大炮，南大炮，你给我起来！三爷，你给妈记住了，妈这辈子除了你爸，不再会有别的男人。南大炮，他们都夸你菜好，我想跟你去看看那老头的菜。南大炮，哎。 你当初为大家伙吃了那么些的亏，图什么呀？我说你可能不信，就图一个面子。你知道我每天最快活的是什么时候吗？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蹬着三轮往菜市场上这么一走，炮哥早，炮哥辛苦，炮哥谢谢你。呵，听在心里这个痛快。你就图这个呀？叫声不断。 这方圆几条街，只要有谁打架，找我，我说完了谁，没人敢再吭声。谁家有困难，我只要一招呼，呼啦一片，全上去帮忙。就这几条街，哎，只要我一跺脚，没有人敢坐第二下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当然了，那在你来之前，南大炮，我算看出来了，别人啊是真流氓假仗义，你呢？ 是假流氓真仗义！哎，怎么了？傻了？哎呦，你刚才说的话太准了，真的，就跟我定做的似的，从来就没有人给我这么合适过的评语。我呸！美的你，快走吧。从前影子在。 阳澄湖上，别着急啊，马上就到了。哎，桑爷，你慢着点跑。 你怎么卖到学校里来了？三爷，你把盆拉到妈车上来。你干嘛了？大爷，你卖菜就说卖菜吧，甭跟我打马虎眼。不是，大爷，我真是给我儿子送饭。你要卖菜，出去卖去。不是，大爷，我给我儿子送饭呢。大爷，这谁妈呀？不知道啊。张鹏，这你妈妈？去，你妈才卖菜呢。妈没菜，你妈。 我跟你说，以后你还别让我看见你。哎呀，大爷，我儿子中午得饿着了。走，你走。哎，路老师，哎，路老师，你快点，桑爷把饭盒落了，我来给他送饭。大爷不让我进去，生把我给撵出来了。你看，大爷，大爷，嫁给我吧，我中午给他。好，大爷，我没骗您吧？好了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学生的课都让你给搅了。我以后还得来呢，拜托了啊，那我走了啊，我走了。 一点家长的样子都没有。哎，大爷，我上课了啊。那你去吧。苏联这么早就收了？啊，天要下雨了，我得到学校去接我儿子。我儿子今天就没带伞，那走了哈。 这韭菜怎么卖呀？啊，我也是来接孩子的。哦，不卖呀。啊，那就走吧走吧。哎。
春兰不卖啊，你挑一捆吧，2毛5一捆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等等我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哎，就这捆吧，给你钱。2毛吧，这大下雨天的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小心装着吧。小葵，你妈又来了，快帮你妈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大爷，我来接我儿子。你给我看看一年级二班是不是拖堂了？没有，他们老师都走了。不可能，我刚才一直在这儿，我没见我儿子出来啊。学校没人了，往后早点来接。大爷，你让我进去看看，哎，帮我看着彩车啊。哎，不见了。哎，他早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对啊，姑，三爷他早就回来了。我看见他就是从后门溜出去的，就在你卖菜的那一会儿。小兔崽子！我起来，真行啊！你耍我是吧？啊，我这么大雨在学校门口等着你，到处找你，我担心了一晚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说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从后门跑了？谁让你接了？用不着你接。啊，我接你还有错了我？你接我还是去卖菜去了啊？那么多同学老师看着呢，你不先丢人，我还先丢人呢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觉得妈给你丢人的事，你觉得妈给你丢人了，对吗？你记住，你记住妈今天说的话了。妈一不偷二不抢，妈卖菜挣钱光明正大。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卖菜低人一等丢人。妈没有。妈只能卖菜供你上学，可你是妈的命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妈的命，妈在心里给你爸发过誓，妈就是再苦再难，我也要把你供成一个有出息的人，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
知道了，以后妈再也不到学校门口去卖菜，给你丢人了啊。您喝水啊！啊，谢谢谢谢。妈啊，您还记得老王吗？记得，小华子嘛，过去常上家来。对对对对，怎么能是小华子呢？妈，人老王现在是厂长。哦，伯母啊，我还记得您和淑玲特别愿吃这陈记的点心，就带点来孝敬孝敬您。您看，您太客气了。应该的嘛。淑玲呢？啊，哎，我去叫去。哎，这谁家车呀？真牛！你不知道了吧？这是我爸爸家厂长的车，而且我爸爸还跟我说了，待会儿王叔就带我去吃好多好多好吃的呢。怎么样啊？牛不牛？牛！我告诉你啊，那些东西你从来都没有吃过，而且特别好。你从来没坐过车吧？待会儿我就要坐了。羡慕不羡慕？老王，这些年呢，你因为工作忙，没时间来我们家串门，我妈和我妹子呀，都特别惦记你。是，今天好不容易大家伙凑一块了，好好说说话，是吧，淑玲？哥，人家老王现在是厂长啊，工作比过去忙多了，哪有时间陪咱们说话？哎，有时间，有时间。其实。我上次就想跟淑玲好好聊聊，毕竟过去是很好的朋友嘛，有很多话想说。伯母啊，以后我想常来走动走动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我。不嫌不嫌。哎，淑玲，一个人。在外面卖零散菜肯定很不容易，要不这样吧，反正我们厂食堂每天要从外面进大量的新鲜菜，不如就从你这儿进吧。啊，这不好吧，让人说我走后门。不用。哎，好好，这两下里都方便的事，怎么能是走后门呢？还不快谢谢人家王厂长一番心意。哪儿都有你啊。淑玲，你就别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没准将来还是一家人呢。回来我怎么收拾你？那什么，老王，你看这么贵的车，那什么，你大人大量。王厂长，真对不起，我儿子不懂事儿，你别生气啊。这车玻璃我赔给你。这个小孩子嘛。小孩子不懂事儿，说什么赔不赔的。明天我让厂里处理，让厂里处理啊。对对对对，厂里处理这点小事太小意思了。那什么，老王，回去喝茶。啊，
接着喝茶。咱商量个事儿呗，做梦。妈妈回来了，咱怎么睡啊？我跟妈妈睡一个。那老爸呢？我婆。嘿，哎呦，妈妈一回来不要老爸了，不吃了，我生气。吃啊吃啊，我让你和我们一块儿吃，吃啊吃啊。那你告老爸咱怎么睡？一起睡，一起睡行不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嗯，不错。子子，你晚上你再改，你晚上再改。好，好，好。跟你说了吗？听人劝才能进步，知道不？这回咱俩干啊，咱俩干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杯喝了，是。哎，苏玲，你干嘛去？这杯还没喝完呢。我去看看菜好了没有，你们慢慢吃。啊，好。嫂子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你看见那小惹狐精回来了吗？我刚才看见他溜进屋了。那你快去吧。没不长的呀，好事吗？那还不是好事。我没觉得是好事儿，一送就是一车，比我们这站着强多了。大鹏，你说这世上有什么都不图一心对你好的人吗？我怎么一碰到这种事我就觉得心里犯嘀咕？你什么意思？人家图你什么？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，
跟你说啊，你替我扛着。你别看不起我南大炮，这儿的老少爷们有事全找我，也就是你让我吃了亏。我跟你说，除了你，没有我南大炮对付不了的人。说话呀。你看，那好，你帮我把这车菜送到那厂子里面，只要你能摆平那厂子的人，回来我请你喝酒。摆平那厂子人，是摆平厂长还是摆平那一厂子人啊？厂长，上次给你坐车里那油豆粉面那个，那是厂长。你怕了？哦，是他打你主意。哎，卖菜了，卖菜了。我明白了，那就是一色狼啊。成了，打了那事儿我再好，你放心吧。这顿酒你算请定了，这车菜我送。好，卖菜嘞！哎，卖菜了，卖菜了啊！哎，绿油油的黄瓜，红秃秃的西红柿。秋叔，哎，王上，送菜的人呢？来了，那儿。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厂长啊，关心职工生活，连食堂进菜这事儿您都管。你谁啊？裴树玲啊。裴树玲，您火急火燎的赶过来，不是关心群众生活，是盼美人啊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找裴树玲有正经事儿。您甭折啊，您这点事儿我都知道了。光棍打久了想追女人，然后用食堂进菜这事儿吊人胃口，这事儿做的不光明啊。人现在追女人都送鲜花，您这用食堂进菜，这事儿做的太不地道了。刘叔，叫人把他轰走，哪来这么个混人在这满嘴放炮？哎，您还真聪明，我南大炮这外号您一猜就猜中了。我奉劝您一句啊，追女人不丑，丑的是人家看不上您，你死着白赖往上贴，往上贴还不算黑，您拿公家的钱往上贴，这事儿做的就不对了。你诽谤什么你？诽不诽的我不知道啊，反正送菜没戏，您就是送金山银山也没用，关键是看那女的乐意不乐意。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你说什么呢。刘叔，哎，来了，叫保卫科的人把他轰出去。来，叫谁我也不怕。厂长，你甭跟我装糊涂啊！今天我代表裴树玲把事儿跟你说清楚了，你要想好好过日子，老老实实当你的厂长，别再纠缠裴树玲，人家一寡妇带一孩子不容易。操心的事比你厂长不少，你听我的劝，咱没事啊。你要不听我的劝，下次我对你不客气。刘叔，给钱，给走，要不赶紧走。不用不用了，我正大光明送菜来的，把菜钱给我，我马上就走。天山脚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，好过那本也好，祝他儿好娘，看了亲切。哎，刘叔，瞧什么热闹呢？哎呀，一送菜的刚才给王厂长给骂了，你没瞅着他那脸色呢？送菜的啊！哟，炮哥来了！看来是摆平了。那是，你不看谁出马？说吧，想喝什么酒？算了，两边二锅头就行。走吧。行啊，只要不喝出人命来，二锅头管够。行啊。我走了、啊。哎，把衣服给我。先走了啊。哎，回头给你送酒来。老王，来说晚上上家喝酒去。晚上我有事。哎，别去了。行，烧鸡我都给你买好了。没事啊，我听说了，那人的意思。不代表我们家淑玲的意思。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事儿。你这个妹子心气儿高，我这个小厂长配不上。不是，老王，老王，哎，哎呦，以后啊，跟大伙儿一块儿叫厂长吧，
这老王老王的，让人家觉得我们好像有什么特殊关系似的，影响不好，是不是？那什么老那个王厂长，调我去办公室那事儿，目前名额比较紧张，再说吧。啊，开车。你弄一男大炮让王天华在全长职工面前难堪，你为我这个当哥的想过吗？你他难堪难堪他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好意思说啊？我费劲巴拉的撮合你和王天华的好事，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明白，不就想干一份更轻松的活吗？我为我自己有错吗？我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。想当年的王天华对你多上心，你可倒知道不吭一声，直接跟清仓的跑了。结果他王天华到现在一直以为我诚心瞒着他这件事，诚心拆他的台。他现在官越做越大，把我整得越来越惨，这都是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把他得罪了。你明知道他小心眼儿，你干嘛还把我往他身上推啊？他好歹也是一厂长嘛，出来进去有车有人伺候着，多风光啊！好不容易人家现在不记恨以前的事儿了，给你一个好脸了，你可倒好，给脸不要脸。我用不着你们给我脸，我不靠人不求人，我照样过我自己的日子。你想飞黄腾达找靠山，你找别人去，你别找我。你个忘恩负义的赔钱货！我呸！你以为你硬气？没我这个当哥，你混个屁！少在我面前摆什么高姿态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倒贴的主，装什么清高你啊！死了男人带一杂种，赖咱娘家不走你。干什么？你说谁是杂种？再说一遍，你干什么？说谁是杂种？你给我滚！滚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拿你妹当枪使，你还像个当哥的吗？我不想再听你说这话，你给我滚！妈，是他自己不对，我才教育他。滚出去！滚！是他，给我滚出去！我打你这不争气的东西！好，我不跟你们女人一般见识，但是裴淑玲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事儿，我跟你没完！滚！玲儿。您别生气，不对不对，你应该退马，你就要被吃了。你小子行啊，我都没看出来，下步怎么走？拱足，他顾不上你。到底你们俩谁玩？将军。小孩，你还上不上学了？不用，我们今天学校今天下午放假。去去去，一边去，别捣乱。大爷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菜车，我进去开家长会去。行，去吧。哎，谢谢您啊。红玲，开家长会怎么推菜车来了？大炮，你是想当小学来开家长会啊，还是想上人民大会堂开人民代表大会啊？对我来说是一样的，这可是我闺女的家长会，一年就两次，怎么可以不重视？哎呀，惭愧啊，惭愧啊！我自认为我对我儿子够上心的，跟你比真差着。那是，学着点儿，要不我怎么教育出这么冰清玉洁的孩子呢？现在我们开家长会，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呢，各位家长呢也都看了。这个最值得表扬的就是南丁杰同学，这无论是大考小考，每次啊都是全班的第一。
我闺女，那你也是我闺女。各位家长，我希望你们回去呢，都督促一下自己的孩子，啊，让他们啊向南明杰同学啊学习。三爷啊，妈已经把活都干完了，咱写作业呀，啊，是吧？那就不能检查检查？这孩子是，就知道玩玩，哼！你老师都批评你，你也不说跟蓝明杰好好学一学。是什么？和课外小组同学合用的。课外小组哈、啊，你不是报的自然吗？上自然课老师用象棋上啊，你骗谁呢？没骗你，象棋组的老师看我下得好，叫我改了。你编，你接着编。小兔崽子现在谎话一套一套的，我不，今天不打你，鸡翅不计打的东西。把象棋拿来干嘛？烧了！你别烧，别烧！我真的没骗你，老师让下的。我告诉你，老师说你基础差，成绩不好也就罢了，妈不怪你。你天天玩这象棋，我今天就断了你这念想。不能烧，这我同学合用的，我以后好好学习还不行吗？不行。瞪，你再瞪，就是把眼珠子瞪出来，你得听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下象棋，看见一次烧一次。你给我回屋去，把今天的课文给我背一遍。回不回去？陆老师，好几天没看见您了，您不来我还想到学校去找找您呢。有事儿啊？嗨，还不是为了桑延的事儿。你说这孩子吧，我现在拿他是真没辙了。他因为下象棋耽误了学习不说，还骗我。他骗我，他说参加了一个什么象棋兴趣小组，多气人呢！你说这孩子。这象棋小组的事儿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是啊。我前两天看到老师了，问了他的情况，他说桑延有下棋的天赋，就把他调到象棋小组了。真的是老师调的呀？是真的。这下象棋啊，能活跃孩子思维，对学习有好处。你啊，最好别拦着他。啊，那我走了啊。哎哎，等等，陆老师，这油菜，这油菜是新鲜的。不要。哎呀，你拿着吧，啊，陆老师，那您慢走啊。哎，哎，绿油油的黄瓜，红秃秃的西红柿，便宜卖嘞。哎，卖菜了，卖菜了啊！燕子，先帮我看着摊儿哈。小萝卜啊，一毛钱两板啊，懒得腰了啊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他抢我钱，大哥！
行了，早晕了的。后来呢？奶奶的，敢偷到我地盘上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胳膊蹭破了。没骨折吧？没有。是。哎，你看看那钱还在不在他身上？哎，好。1.5块，你看对不对？为这1.5块，你这玩命追他？这是我给我儿子买象棋的钱。那，哎，用不用上医院？你干嘛去？买象棋去。那他怎么办呢？归你了。你就上床睡觉，你快醒醒，快起来，起来！干妈给你买什么了？你快起来！你不起来是吧？哼，妈本来还说啊，昨天妈冤枉你了，给你买副新棋，给你赔个不是。哎呦，可惜了这副新象棋了，不要就算了。给我的？当然给你的。不烧了，不烧了。伸手啊！不要，我给你表哥了。干什么呢你？赶快洗把脸，吃了早饭，上学去了。这孩子，快点儿的，你听见没有？快点啊！行，少吃点儿。瞧你现在吃多胖了，都吃成什么样了？哎呀，爸，现在我正在长身体呢，你怎么能不让我吃了？现在我都还变壮了呢，要是不让我吃，那肉怎么才能长瓷实啊？怎么说你都有理，吃吧，吃完了赶紧上学去。妈，还不出来吃饭？来了来了。我吃完了，我上班去。姥姥早。哎，早啊。妈，哎，灵儿，你也吃吧。妈，还有粥没有？再来一碗。来，吃，吃完赶紧上学啊。谢谢姥姥。多吃点儿。啊。奶奶，你要光疼外孙子，连亲孙子都不疼。说什么呢？奶奶能不疼你吗？妈。来，小青。来。妈，粥呢？快点啊！来了来了。